现在在莱茵河的 KD 船上，这一条就是传说中的莱茵河。今天的河上很多的雾，风吹过来很冷，有没有看到河上全部都是雾，都是白烟。莱茵河的两岸有很漂亮的葡萄园，这艘船很大，楼下还有两个餐厅。两岸的小城呢都有不同的特色，沿途会经过的很多的碉堡，